终于找到你了，周厨师，我找你找得好苦啊！我在非洲找你找不到，结果呢，留在非洲留了超级久，现在终于更新了，更新的周厨师。Hello，乖乖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厨师。啊，我终于能讲我是周厨师欧拉了，因为呢，上次花了9000个灵感，居然抽不到精品。Oh my god，我的天！那现在呢，总算更新了，好不好？更新了就已经可以用了，直接用那个碎片可以购买。然后呢，我又用了，我用什么？我买了一个皮肤，对。然后这皮肤呢，可以看起来稍微与众不同一点。哇哦，我的颜色真是黑呢，这个肤色跟这个草原，这是草原吗？这算是玉米田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跟它颜色特别搭。不过衣服白了点，如果衣服呢再深色系的话，整个就可以隐形了，好不好？整个就看不到人了。好，这是谁啊？谁配对？冒险家吗？好，我们的阵容介绍一下：医生一个，然后咒术师，因为更新了，所以很多咒术师，现在咒术师有3个。然后，医生是2个啦，然后一个慈善家，一个冒险家，一个前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来稍微转一下注意力，看能不能救一下我们的冒险家。好，用我的咒术中断，咒像还没有累积到满，等我，还没满呢、啊，我要满了。我满了，然后也被放了，椅子也被放了，完蛋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。哦，来追我了，怎么办？一开始开局就这么不利，我们要先稍微躲一下喽，躲一下，躲，他看到我了，废话，他看到我啊，因为我衣服是白色的。哎呀，有没有一个衣服是黑色的啊？如果有的话就好了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再给他溜一下，好，杀一下时间，对，反正也没事做，好，可以了，剩14秒。我去救了，可以。他回防了，他给我讲回防，我也可以给他中断一下。不过他的触须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好，等一下、哦，再等我一下。再等我。这个有咒术师，要不要一起配合？我们一起配合吧，配合来救人。好，你先中断他，然后我就中断。好，我自己中断好了。好，杰克也来了，误认。哎呀，又被打到了。我救不了冒险家，小人国村民应该会恨我吧？等一下哦，还有希望，可以。等一下哦，我们前锋也在这里守着了，所以呢，哎呦，杰克也过来了，又撞，中断，不行，哎，他们两个守在这里，我要怎么救啦？很难。可恶！我就是不走，我重情重义成这样，你看看，这谁都看到都会感动吧？就是两个救援者都守在这里，然后我自己已经受伤了，然后还不走，好吧，我走了，我没办法了啦，这种情况下怎么救？救不了。不过被救了。我是转移掉注意力，然后趁机有人把那个我们的冒险家救掉了。酷哦，是前锋吗？不过前锋被打了、欸。前锋，你好伟大，是前锋吗？会不会夸奖错人？应该不至于吧。好，算了，我们既然已经救到的话呢，我们就来。不，前锋倒地了、欸。我先买个东西好了。好，我已经拿到了护肘，所以呢，再一个止血剂。对，我很喜欢买止血剂，原因就是因为可以把人家救回来，速度可以快一点。对，那加上呢，咒术师呢本身，治疗别人呢又有咒力庇佑，可以增加，可以叠加技能，所以呢，止血剂呢是非常好用的。对。好，那因为摸人的话呢就很尴尬嘛，你不可能人家受伤然后把人家摸回来嘛，只摸一下然后直接走掉，说好了，可以了，你已经用我的庇佑了，这样说得过去吗？人家只会认为你很现实而已啊，再怎么样也要硬着头皮把它摸完，就像其他人现在摸我一样，也是摸下去之后就没办法回头了。章鱼脚泛滥，太泛滥了。要不要稍微把章鱼脚拆掉一下？好，拆掉了。好，继续破译。等一下，心跳是很大，谁啊？这边吗？是泰克江吗？是泰克江。泰克江很爱放人家。泰克江，等一下，我可以过去。等一下，慈善家还有31秒，所以跟他绕一下，叠加我的咒像。好，他去追别人了。慈善家，再等等，我去救你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怕，莫惊莫慌莫害怕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，这个在那里，这树叶把它拆掉。
好，我们的咒术师呢，其实中段技能很实用，但是呢，还是会遇到一个尴尬问题，就是别人在抓气球的时候呢，你要在从背后追是追不上的，就是这么尴尬。所以呢，你也没办法用技能去救，除非就刚好碰上才能用到技能，或者是你提早准备好了。对，所以呢，依照抓气球救人这方面的实用性呢，还是没那么强的啦。好，等一下我要救了，子弹家，我救掉，中断一下。好 ，OK， 我这次用三层的咒印，三层哦，用了三层哦，这算浪费吗？不浪费，因为友情无价。为什么讲出这么高级的话？好，等一下哦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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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再叠加一下，像个跟屁虫一样。欸，这种模式很像先知欸，跟先知一样，都是属于偷窥狂系列的，但是比先知好，是真的不用看到人就可以叠加奏像了，所以还不错。这谁？我伙伴，嘿，来帮你治疗。好，你看有没有用止血剂就是可以治疗这么快，所以就不会那么尴尬。而且其实咒像是只要摸到而已，不需要治疗好就可以有那个效果，就可以有咒力庇佑的效果。他如果被打的话呢，你还是能叠加的。但是我刚刚说了，很尴尬嘛，不可能不把人家治疗好嘛，所以还是用止血剂好一点。哎呦，你看速度这么快，超快的。好，走走走，还有四条没破译，这一条来破译完好了，先拆掉。好，三个人嘛，三个人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心跳盛大哦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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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哦，各位！好，等一下哦，应该是追我吧？是追我吗？我觉得黑妹的招鬼能力也很强。哎呦，刚怎么了？我刚用了护肘，然后卡了一下，超卡的。好，现在好多了。OK， 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我们的黑妹是不是招鬼能力特强？超强黑妹！好，好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用我，不要用我，等一下。哎哎哎，技能，他用技能了。那触手要小心一点。哎呦，黑妹被黑色圈圈缠绕，代表什么？有点像黑色巧克力甜甜圈，挺美味的。这时候想到吃的，像话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呢持续在躲避追击当中，但是我两层的这个咒像，所以呢没在怕打爆。终止了一下，好，黑色甜甜圈的部分已经消失喽，剩下巧克力的部分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单纯巧克力的部分。我觉得黑妹挺可爱的，这个角色呢带入了角色的多样性。黑妹确实会让人家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，她可以中断你做任何事情。这个呢，我在最后彩蛋会讲，敬请期待，要看到最后哦。好，看一下要买什么东西，买一下，橄榄球吗？橄榄球蛮适合的，用技能中断之后呢，马上以光速逃跑，然后一溜烟就不见人影。对，这是黑妹的终极技能。哎呦，电闸开了，哦，电闸开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可以走了。宝箱再看一下吗？看什么东西？枪之类的。哎，怎么都在这里？好，算了，先帮我治疗一下好了，谢谢。哎，换时间就要开了。哎，他怎么又盖起来了？哦哦，来来来来 ，Jack 来 ，Jack 来，小心小心啊！好，没事，没有追我们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大门口在那边，我们那边先开大门嘛，应该有人在开大门了啦。好，走走走，先离开再说。目前没有人被抓欸。哇哦，这一局怎么了？这一局有点不正常哦，这一局没有人飞。太不正常欸，才刚讲完就有人倒地了，怎么回事？好，都在这里了，那现在趁机先把我摸回来。然后呢，我看一下要不要救人。对，我的咒术师伙伴欸，被救了。还是被技能中断吗？好，感觉这个姿势好像是被技能中断。哦，不错哦。加油啊，不要有人飞啊，有人飞就很难看啊。好，翘骨有人买了。完了这样的话呢，三个门等于是都，如果三个门都开，地窖开，两个门开，这样逃脱几率会很高欸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呢来稍微牵制一下，毕竟我有球，我要逃跑也很容易。来来，宙斯要倒地了。哦， Jack 在那里。好，先跑过去看能不能救他。用了技能，用了技能，等一下，来不及。欸，感觉我千里迢迢冲过来，只是为了让两只狼交配而已。好，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去救，不过在倒数，哦，还要倒数，真麻烦。好，等一下，先跪在这里，累积咒像。欸，这么远的距离可以累积？欸，不是不是，在后面是泰克将，我以为奇怪，怎么可以累积咒像距离这么远？原来泰克将上面偷袭我，叫海鲜打我。欸，天啊！欸，等一下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不要，为什么每次都追我啦？不懂。好，回放了，剩5秒，有人要去救。
我们有人要去救巫师吗？还是咒术师？看这个走路姿势，好像有点像咒术师。对，是咒术师。好，来，来，我再来稍微转移注意力，技能用一下。哎，竟然开枪了！这种空虚感是怎么回事？天哪，浪费！我一口气用三成的咒像啊，还我咒像，太浪费了。Oh no！ 好吧，算了，可以走了。一个已经走了，一个医生已经走了，那现在只剩下我跟那个周四还在损血状态，先把互相把对方摸回来，然后呢就快快乐乐的往大门走，是不是？好，太好了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再治疗一下。好，我治疗速度怎么好像有点变慢？是我错觉吗？还是我太想走的关系？好，可以了。然后他再帮我摸回来。冒险家又倒地了，怎么了？真是的，真是让人放不下心啊。好了，等一下再救看看冒险家能不能救。没放上椅子耶，是不是有前锋在啊？在牵制。好，我来了，不用担心，马上就来喽。要买个东西吗？先不要好了。好，我们看到，前锋走掉了，前锋刚是被打了。啊，居然有人受伤哦，医生也受伤了，医生要去救吗？Jack 在那里 ，Jack 在那里。那医生转移注意力，然后我再趁机去把冒险家摸回来。对，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那始终不放椅子，前锋也不在啊。Jack 在那里。哦，医生倒地了啦。两个倒地，一个左一个右，一个左一个右。好，先中断 Jack 的啊 ，Jack 可以中断吗？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中断哦，来得及，千钧一发，中，哇，又被打到了！哦天哪，冒险家自救了吗？还是被救了？好，现在剩医生了，医生再中断一次，好，赶快走，我没照相，我没办法了，我尽力好不好？我就没办法救你了，我看能不能再叠加一层，再救你一次，最后一次啦，我尽力啦。不行啊，来不及啊。好，叠加不了，来不及了，太慢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护士，我尽力了。还在倒数。好，先走好了。没办法了。大家都走了是不是？走了，拜拜。好多触须哦。好多触须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好，没事，走掉了。那最后呢，还是没有破纪录啦。还是一个被抓，就是我们的医生哦。十三家要救吗？十三家守在这里耶。我们来看十三家救不救得到医生。倒数了，倒数了，加油！十三家救他。好，真的去救他了。冲过去，无人闪掉了，闪掉无人，然后救到。先骗刀，先骗刀，骗到刀了。然后呢，标准救人的动作，救了就要对别人负责啊，直接结婚啊，略过交往的步骤啊。这样子讲以后大家都不敢救了。好，压板，为什么不压板？压板应该就可以了，但是没压板，所以呢，人家救不了了啦。好，放弃吧，没办法了，已经人尽意志，好不好？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剩下一个被抓，还被放到地下室，好孤独，这种感觉好寂寞。那没办法，医生被我救那么多次了，是不是？慈善家也救他了，好啦，尽力就好了啦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玩咒术师的影片咯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持续做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，然后打开旁边小铃铛。那 IG 呢，也别忘了追踪我。不收啦，我们下期见咯。拜。咒术师技能的另类用法。对方生气时。你不要太过分了，再这样我就。我刚说什么？你刚说我很帅。哦，对对对，吃饭时当对方夹起龙虾肉时，你不吃吗？就算你减肥不想吃，我帮你吃吧。可是上厕所时，对方告白时，其实我喜欢。我刚刚说什么？这个不用中断啦。